为首位登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的台湾演员徐光汉成功与心中的女神 IU 合照，也是 IU 唯一抛出合照的男星，这趟韩国行可说是圆梦之旅。工作满档的徐光汉快闪韩国结束后立刻回到台湾赶拍新戏《青春》，新电影是台日合作，卡斯可说金光闪闪，而跟他演出对手戏的是日本女星清源果耶。新电影看起来是走青春纯爱氛围，徐光汉和清源果耶两个人漫步走出车站，为了避免被人群冲散，徐光汉顺势牵起了女生的小手，甜度约莫七分糖。为了制造浪漫画面，两人手牵手走过铁轨，准备要放出写有两人心愿的天灯。是说在拍戏空档，徐光汉跟清源果耶两个人开心聊天，而且没有翻译。看来长得帅，即使语言不通，都能让妹子开心比赞。从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还有想见你，连续两部破亿元的卖座电影，徐光汉似乎成为电影卖座保证。而想见你电视与电影在韩国大卖，也让徐光汉收获大批韩国粉丝。徐光汉高人气席卷韩国，新戏又跟日本女星合作，看来不出意外，他的演艺事业已经遍及东北亚，让日本妹子成为粉丝为他帅气尖叫的日子似乎越来越近了。